这个动作的体位是4点跪位，对侧的上下肢做支撑，另外对侧的上下肢同时抬起，腰部发力，坚持10到20秒，可以放下啊。这个动作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腰部核心力量和腰部的关节活动度啊。来，稍微抬高一点点，坚持一下。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一个单腿站立的动作，双手叉腰，髋关节屈曲90度，小腿自然下垂，坚持住。如果出现腿抖，可以放下来。这个动作主要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力和一个平衡力。如果在家里有条件的话，可以放一个不规则的垫子，可以更加增强我们的核心肌力和一个稳定性。坚持一下，腿再抬高一点。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回去大家加强训练，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随时来问我。好，谢谢，走了，走了。先生，你们平时训练有这么久吗？你不是故意的吧？练我呢？想让别人看得清楚吗？阿姨，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没什么问题，我是觉得这个姑娘特别眼熟。 像一个演员，好像是，哦，啊，对对对，你就是秦斐，哎呀，是秦斐，是秦斐，哎呀，你认错人了，不可能，我这辈子除了我老公，别人就没有认错过。哎呀，你这姑娘在生活当中，比电视还漂亮呢，哎，你看阿姨照张相吧。 阿姨，阿姨，我头一回见大活明星，来来来来，阿姨，合影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帮我保密，让别人知道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来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阿姨，啊，记得我们的约定啊。嗯，我人气够高吧？还可以吧。 自己可以。 你这水哪儿来的？我提前存的呀，你不知道今天晚上10点停水停电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能撑成现在这样吗？我给你加点热水，不然一会儿洗头的时候着凉。谢谢啊。行了，试试水温。行吗？嗯，还行还行。来，这个是花洒。
你是那个杆儿。我觉得你真挺适合当杆儿。你自己写。别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快点，来坐下。好。行吗？哎，邢医生，女孩子洗头要用很多水的，你这一壶够吗？你稍微快点，手都酸了。你今天让我给你医疗演示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我腿会酸啊？你非得选择这个时候报复我是吧？行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快快快！看你脾气还挺大。你稍微快点啊。热水就这点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怀疑你是故意的。马上没了啊！哎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。好了，哎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正好没了，哎，笑这么多了。邢医生，谢谢你。啊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久等了，中秋晚会现在开始。首先有请秦斐女士。她要干嘛？这大姐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吧？做一曲同心吟一眸星月，夜夜流光相交接。青山几许无戏眼里一时未解，凭此生不可作别。你姐这唱功如梦啊，真的好听啊。怎么评价这种唱功呢？只有感情，没有技巧。这怎么唱成这样了？从此两心相惜，不再孑然世间。漫漫流年，今此生皆为情所愿，便来书中情话得来终绝前。缓缓岁月，执手相拥写作誓言，莫问归路，只求余生能与你并肩。一世一月，不负白首为情所愿。你简直是把天唱哭了。有伞没？记得装会花。啊，我去拿伞。啊，快！那我还要看见我姐姐唱歌了。那有个亭子，那我们去凉亭去走。姐，别唱了，你下来吧，这下雨了。做一曲同心吟一轮星月，夜夜流光相交。Time to
哎，老乡，你干嘛呢？好久没看见过你这么开心了。看你的书吧啊。哎，哇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啊。哎，要不我也调去康复科算了，难受，我这一天天累得要死。你这干嘛呢？做秦斐的粉丝案例箱视频。郭姐有来找过你们吗？没有啊，是不是出门了？他一下午都不见了。啊，先去找找吧。嗯，走走走，一块去。是这条路吗？这没有导航也记不住啊。帮个忙啊！你们是吧？车底有个人，空间太小，我进不去，帮个忙。还行。一会儿就用这个，把安全带搁上。好。哎，队长，这我要干什么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！只想留在你的身边。
瞎跑什么呀？出危险了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不是没事儿吗？什么没事儿啊？那滑坡、山地塌方、失联，还有汽车爆炸，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。嗯。没受伤吗？没有。你看看。车上面玻璃里就划了一下。姐，那个法国人醒了，他说自己可能是HIV携带者。 在我外伤的前提下，接触 HIV 感染者的确会存在感染 HIV 的可能性，但是实际感染的几率却很低。医护人员被 HIV 污染的针头刺伤后，感染的几率是 0.33% 黏膜表皮暴露感染的几率是 0.09%。你能不能别说这么复杂？我根本就听不懂，你就告诉我感染的几率有多大？大概也就 1/1000吧。 1/1000，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，那个外国人，并不是确诊了 HIV， 只是怀疑嘛。这儿的信号不好，复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。如果复检是阴性，那你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了，不用担心啊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总不能这么倒霉吧？你的伽马刀还没到，我这个捐赠人不应该先走了，我就算做鬼。瞎说什么呢？ 放心吧，我现在去找冰毒阻断剂。如果一旦感染，24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好。你刚刚不是问我为什么生气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珍惜你的生命，但你好像并不在意。我珍惜的东西被人轻视，所以我会生气。明白了吗？相信我，我很快回来。我相信你。